为钱起争执，夫妻必修感情增温理财术。你买什么东西，你要看一下价格。他原来是看我买了一盒顶边锉，他随便露营配备几万块，我都没在讲，换我这个200块的顶边锉。提醒一个吸收乳的一种沟通方式，温柔杀菌不伤手，不伤手就是说不要随便贴标签，温柔就是口气要温柔。老公，你好讨厌，为什么这个月上桌？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俗女家务事。